马来西亚发生夺命火警，一栋三层独立式豪宅起火，两名华裔母女走避不及，惨被活活烧成焦尸。据报豪宅住有一家六口，消防员到场破门进入屋内，成功救出一对父子。佢哋因吸入过量浓烟及身体多处烧伤，需送院接受治疗。等大火扑灭之后，消防员喺三楼两间睡房发现一对母女尸体，但已烧成焦尸。户主另外一名女女同另一名仔仔因外出留宿而逃过一劫。消防初步调查指出，火警源头来自豪宅三楼的长女睡房，其后火势迅速蔓延，令同层其他睡房被波及。由于当时正值清晨，相信屋内人依然在睡觉，未能及时逃出，而导致母女丧命。当局会深入调查起火原因。